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字，这个字会读吗？会吗？会吗？健康，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哈，健康比较重要还是财富比较重要？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听都听不少，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有新面孔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啊，对不起，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叫 Anesh， 来自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开车特地来这里讲一堂课，给现场的每一位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好不好？好。哎，谢谢谢谢。好，来，我们做一个双向交流一下，健康比较重要还是财富比较重要？给你选，你要健康还是要财富？两种，一个就好了哈，不要贪。财富。财富，你呢？健康与财富。哇、哦，贪心，难怪你的身心丰满啊。那么一般上很多人都会讲嘛，健康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健康是财富之首嘛，对不对？没有健康何来财富？这是对的。可问题在这里哦，以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社会现象呢，你会发现到什么？其实健康当然很重要，问题在这里，健康跟财富相比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健康是有钱人的权利，认同吗？很简单嘛，你看今天你随便发一个高烧感冒一下，你去医院拿药要多少钱？还不讲重病的，我们讲好像我没有错的话，最近一个去年那个价钱我听到，盲肠知道吗？知道。盲肠哈，在我那一边的一间算起来蛮大间的医院，割一个盲肠将近10000块。哎，眼睛看到了哈，开始会紧张了哈。我们身体几个部分可以切啊？可以切，你知道吗？几个部分？那你想看一个部分算你10000块就好了。所以呢，健康是有钱人的权利。当然，如果今天我跟你讲，健康跟生命，哎呀，当然是生命更重要，财富也重要，再来是健康。好的，来，谢谢。这个会比较清楚哈。好的，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实如果你知道财富你也要，健康你也要，下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什么东西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过去的这个12年里面，从2000年到2012年呢，统计出了一个报告，简单的告诉你呢，心脏病、中风、下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慢性病还是 number one 的哦。心脏病是不是马来西亚是 number one？永远都是，相信我，永远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是 number one， 因为第一，心脏病很难查得出来它有，往往发现的时候三条阻塞，对吗？对。但情况在这里，如果今天你不想病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生病。第一，跑不出的，日积月累的毒素，生理系统紊乱，营养不良，营养不均衡，以及睡眠不足。来，现场的人，来，我们做一个双向交流一下，这四点有哪一点是你没有中的？举手。啊，全部脸笑笑了啊！说明什么？二十一世纪人啊，躺着都中枪啊，没有办法的啊！来，如果你会病的话，你就会找谁啊？医生嘛，就是小孩子3岁都懂啊。生病看谁？医生。医生给你什么？达达。阿摩腾，好吃吗？好吃。有谁没有吃过的？再举手。这个我要叫仙人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吃过的，做仙了呀。免治啊吗？正常人 ，Panadol 有没有吃过？有。有嘛 ？Panadol 你知道吃进去多久才可以出来吗？算月的嘞。好，不是一两天事情。那么今天如果你不想吃药，我们就来谈一谈怎么样不生病，对吗？不生病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要讲养生。要怎么样养生？很简单，中医角度我们也不复杂它，给你记三个步骤就好了。第一，不听话哈，阿雷来，养心神。知道什么叫心神吗？就是你的这个情绪要照顾好，要稳定哈，啊，要稳定，不要乱。啊，要稳定。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好像连小学生都有压力了，你认同吗？认同。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么多压力？现在的小学生有压力了嘞。他的功课，我看我的侄儿早上做到晚上的功课，他也压力一堆的哦。好，那请问在座的每一位，有谁目前为止是
没有压力，还是压力有比以前少的？举手呀。也没有，你看，你看市场多大，都是有问题的啊。但是奇怪，你有问题，你又不在这里哦，你又不在那里哦，你也不更不可能在医院了、哦。你偏偏选择哪里？这里，给自己一个掌声一下。哎，接下来健脾胃，养好你的心神。My big check, my fun low。过后呢，你开始要照顾你的内脏。内脏，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参考数据：每一天五色蔬果，做得了吗？先不讲，先不谈有机没有机啊，啊，不管是鸡是鸭，先不谈哈，我们就讲五个颜色，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做到也不少钱呢、啊，啊，那你做不到还不要紧，认识他吗？认识。哎呦，熟到不能再熟，几代都很熟啊，这些人啊，对啊，我的孩子，我的孙，我的干拿孙都认识的。那你告诉我要过年了，这些东西有没有在你家？有。加辣啦，可是没有，好像又不可以往跟社会脱节，怎么办？哈，这就是文明人的一个矛盾，明白吗？一个矛盾。来，我们再看练筋骨 exercise。来，你最后一次运动什么时候？忘记了。啊，有一些人会跟你讲，N 年前的事情，我忘记了。阿咪说呢，我帮晒困不赢啊，你给我 exercise， 哎呦，有啦，床上运动。来哈这样，哇，然后就睡了，那个叫运动啊。三个你都做不到怎么办？三个嘞，这么简单啊。以前的人为什么他不生病？就做了这三个简单的动作，做几十年。今天我叫你做十天好像做不了，是不是？对吧？有没有难度？那么如果你觉得困难，今天我就要介绍你我们的主打产品辣木瓶中砖，符合，绝对符合现代人的任何一个角度的需求，你相信吗？包括刚刚我跟你讲的你做不到的那个三个步骤，他都可以替你几乎解决了，好吗？好、啊、想了解吗？想、啊、真的吗？好啊，给一点真的想要的。哎，有时候要照顾一下台上人的感受，我很照顾你们的感受的，我要尽可能想看我要怎么样让你们哇听得很爽，虽然人很少，但是还是要很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专业的。哎，好，来，现在我卖个关子，为什么它叫瓶中钻？因为里边的成分都是钻石级成分，真的是钻石级。我们的公司用心良苦，万里挑一，就把最好的放下去。今天让你方便了，来，我们看一下。中医在几千年呢，已经记载了三个步骤，你做不了，基本上你也是因为三个原因导致你会生病。什么呢？万病在血，万毒在肠，以及你的温度，36.5度。你最后一次量温度又是什么时候？三年前。啊，有一些讲说我无法烧尿米。对，我发烧不了尿嘛，对。然后又犯这个矛盾的毛病，什么呢？量你的水，量自己没有这样紧张，自己该减少几度不知道，不要紧啊，插小孩子。孩子的时候，哎呦，39度加油，有没有？有。加油，别提，塌卡吹，有没有？有。有没有这种药？有没有？我也吃过，刚刚告诉你。但问题是，其实温度这个东西哦，它是有来头的。你的温度如果不是太严重那种，稍微高一点，你就不要急着吃药。为什么呢？它在告诉你呢，你的免疫力在提高。为什么呢？你里边有细菌，它要杀掉。啊，如果它降低呢，我告诉你，你的免疫系统呢降低30%。所以你看那些人，你跟他下恨了，哎呦，露秋像个神雕啊，灵灵啊，啊，这种人很容易病的，啊。他不病的好，他旁边那个哈啾，他明天就中了，明白吧？这种很可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辣木瓶中砖可以一次过同时解决了你刚刚以上那个三大主因，方便吗？是不是符合21世纪人的方便？是，对吗？难道你讲说哦，我进血找一个东西来吃，然后呢，我经常找一个，然后健康体温是什么好啊？吃什么哈、啊？吃姜，吃太多了，像你便秘，小坐掉，小坐加密加牙椎，牙椎加上这个零啊，你怎样去称？怎样算啊？你告诉我，
啊，不可能嘛。所以呢，它很方便，它绝对符合文明人需要的节奏跟角度。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冠军钻石级成分，蜡木。蜡木呢，其实呢被这个国际组织呢，公认的哈，就是讲说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它好到什么？好到有不同的名称啊。你看有什么神奇之术是吧？印度药王啊，不是印度神油啊，你不要搞错啊。哎，母亲最好的朋友，天然洗肾机，哇，洗肾机就这样劲啊。来，再来看生命之树啊，平民灵芝，不得了啊。那这些名称从哪里来啊？国际谁啊？国际他们咯。超过150个国际组织支持蜡木，包括你熟悉的这个 Discovery Channel， 专报道动物，某拉拉某墩墩不报道动物，报道一棵树。奇怪，他又不报道你家里的仙人掌，他报道蜡木，一定有原因，对吗？还有 National Geography 以及一系列先进国大学一直在研究这个蜡木到底它的药用价值可以去到多远。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蜡木到今天为止它的潜力他们还在研发，他告诉你它的潜力远远不止于这些。来，我们再看，我们先来看雌激，国际组织嘛，其中一个就是雌激，对吗？雌激红嘛？红。认识他吗？认识。身边有没有雌激朋友？有。你有没有问他？哎，最近好像蜡木很红，这样有没有听到？我告诉你，他比你厉害。是哦，是哦，非洲啊，海地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讲很多。你认同吗？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海地这个地方呢，鸟不生蛋。寸草不生的地方，种什么死什么，种蜡木活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美国，奇怪了，马来西亚没有份了，台湾没有份了，美国他们来这个美国吃进呢，就来大量种植这个东西，带出了两个最主要的东西。第一，解决了他们长期常年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所导致的任何一种疾病，包括艾滋病。第二，就是他的经济问题。大佬啊，你连一粒苹果都找不出来，你还有什么经济价值可言呢？你的国家，对不对？今天蜡木可以，为什么呢？它有的是地啊，我种得了啊。好，我们再看，我们来印度，印度的印度人呢，其实是服用了6000年，那么也从这边呢有了这一本书叫阿育吠陀。阿育吠陀其实跟我们华人这个《本草纲目》呢是一样，这么样的珍贵的啊。对他们来讲呢，其实呢。哎，对不起，这个蜡木呢，你看啊，经过6000年认证，已经可以防根治超过300多种疾病，300多种，是不是感觉对他们来讲好像看到灵芝人参冬虫草这么样的珍贵？珍贵吗？对。如果今天你家旁边有一颗，你会怎么样？大大大大，我告诉你，不大， guarantee 不大。为什么会不大？因为很多我们听到那里有，明天那边就不见了，时常会有的啊。但是你不要担心。来，我们看一下包括什么呢？可以防根治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人真的是治疗不错的？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怡宝的这个受惠人，他的脚呢，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不是截肢最恐怖，是截肢过后的东西很拿捏不定，最恐怖的地方。为什么？第一，怕你细菌感染，怕你的那个伤口不能愈合。第二，如果你不能让它愈合的话，你的生命就是一只脚这么长，切到完就是要跟人家人讲打包了，我要回去了，买咸鸭蛋了。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嘛，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也是一个。他呢比较幸运，没有切掉。为什么？其实你看啊，为什么糖尿病的人都中脚，不中其他地方就中脚？因为什么？脚呢，糖尿病的特征，脚比较没有感觉，比较麻的，所以他到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大反应，当他发现到的时候已经开始烂到严重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痛了，你信吗？没有感觉的。在接触我们的这个产品之下呢，他的伤口已经干水了，所以呢逃过一劫，不用去脚。哎，你想象一下昨天你的脚还在，第二天睡醒脚没有了，那感受你有过吗？
敢想象吗？睡醒，哎呦，我的手不见一只了，这种感受你想象一下，很恐怖的嘞。你看，睡多几天，好像剩一个头了呀。好，再看，刚才我们讲到有皮肤病嘛，他的皮肤病是我听过最可怜的，因为我没有听过一个皮肤病哦，真的是治疗三年要找遍专科，甚至把他的这个血的样本寄到美国去验出来，回来还跟你讲 no problem， 你还可以 blood donation 献给你，你要吗？这样的手，他的血这样的，他没问题啊，哎，有报告的，我拿给你看，你要吗？我的血很好的嘞，不过我的手烂的，两只手烂完，真的这样子的，是整两只手，很多年了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曾经跟你们一样坐这边，什么来还没来啊？哦，产品啊，哎呀哦 ，OK 了，停了，听完了，哎，好像不错哦。所以呢，他第一个事情会做的，就好像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辣木给你发现到会怎样，抹大掉，他真的是吃到抹大，吃抹大了抹扁啊，抹扁。他来公司的时候呢，就去找他那个介绍他的人，讲，哎，问你一下，辣木怎样卖啊？你不是吃得好好吗？啊，是啊是啊，不错啊不错，我吃药吃这么多年不能好吃，那个它的叶子啊有效果有效果，不过你的产品今天不是辣木而已哦，不只是辣木哦，辣木都这样好了，怎样吃啊？结果呢，他在两瓶过后，他的手恢复了90%，三年找遍专科解决不到的，两瓶过后解决了90%，好吗？好不好？好。哎。顺便再告诉你啊，他绝对是一个知识分子，退休的老师。你说这种人，他不会去 check 吗？他也相信吗？来，我们再看 ，Miss Hong， 啊，忧郁症嘛，可以抗忧郁嘛，辣木可以抗忧郁，那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关系可大了。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是长期服药的、吃药的？有吗？没有。没有就幸运喽。如果有的话呢，也不要去怎么讲，就是说有另样的眼光看他，因为他下来会有的问题不只是他生病吃的那个药的问题而已，就好像你从吃了6年的这个忧郁症的药，其他的药总不讲，就讲他安眠药一颗牛都可以睡，他吃3颗4个钟就醒了，然后醒了不知道什么事的，他可以自己走出去的，去 supermarket 拿着广告走出去，不知道什么事的，你要吗？这样的生活。对啊。然后你知道最辛苦是谁吗？他先生。为什么呢？他吃面包吃到床都是，哎，你才醒过来说，哎，是谁吃肮脏的？逼得他老公没有办法，看他广告的时候拿 video 拍他，然后跟他讲，那是你吃的，不然你不要在那边压力，明白吗？那他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呢，他就接触我们这个产品。那我们都知道长期吃药的人呢，尤其是吃这么严重药的人，他的肝一定有问题，他甚至是严重到怎么样呢？你看啊，正常人0到33点肝指数最高了，我不可以给你再高了，他134点，再上就是肝硬化了哈，再上就肝癌了，你选，你是吃药吃出来的。然后他的医生，他的主治医生治他的病也知道自己要中忧郁症，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讲，你算啊，我治你的肝，你的脑就要起效，我治你的脑，你的肝就要坏掉，没有办法，就建议他缩脑，想缩脑没有 guarantee， 等一下什么鬼都忘记去呢，是不是？选择不要缩。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先生遇见了他的贵人，拿了2瓶回家，他老婆讲，这6年来我整间家什么榴莲的什么山竹的什么鬼产品我吃完了，不要骗我了。可是他老公还是讲，我不要紧啦，吃咯，就吃了差不多1个月，跟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现象，没有感觉呢，有没有遇过？有没有遇过？有。吃了没有感觉了，所以我告诉你，我们的内脏是没有感觉的，有感觉你今天会很痛，为什么呢？你吃饭，哎呦，你的胃有感觉痛，不可能嘛，对不对？一般上都没有感觉，有感觉你会痛死。可是因为有这个肝病的人，他每一个月都要去检查，要拿药。过后呢，他发现到，喂，那个医生还没有给他看，拿着，没从，不来你路马干阿巴，他脸青青啊，讲改了。医生应该是 check 到了什么？
然后他讲没有啊没有啊，我听你讲的，我时间到吃药，时间到睡觉，我没有饭。医生也不傻嘛，因为根据医院的这个数据显示，一个人的这个肝指数不可能在一个月里面无端端掉了这么多点。不过医生也是这样讲，打巴拉，kalau benda ni bagus, ya teruskan。他就翻到那个 report， 一看到他就很兴奋，走出医院就赶快打给他的那个介绍人，一直讲谢谢谢谢再谢谢。如果今天你介绍一个身边的朋友，他突然间跟你讲谢谢谢谢，让他秘书唔在，也可以电话谢谢干了，爽吗？爽啊！爽啊！爽！你明白吗？这种东西有钱买不到的嘞。好，再来，我们再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没有基督徒这边？基督徒朋友有吗？还是你身边有没有基督徒朋友？有。有的话哈，叫他来，你的圣经借一借我看一下嘛，叫他打开第十五章二十二节，里边有记载的哈。哎，圣经是一个经过历史跟一堆的专家来验证这个东西的可靠性。今天他告诉你，摩西曾经带着一班人去马拉这个地方，马拉走了三天没有水喝，给我发现，结果他发现到哎有一个湖，但问题在这里，那个湖又苦又脏不能喝，那就吵了嘛，吵了会怎么样？那个摩西呢就跟他的主耶和华拿 tips， 安抓好安抓好，鬼班人来吃水，给他 tips 掉，哎，那边有一棵树砍下来丢下去，几个一段时间后那个水可以喝了，可以喝要不要紧，还带甜呢。哎，你喝什么水还会有甜味的啊？丢那棵树下去，你拿你仙人掌丢下去看会不会甜？你喝下去你就知道，跟你讲进医院了。好，拉木可以哦。哎，所以我们再看这边呢，有一个短片。为什么我要给你们看这短片？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以前的人讲嘛，印度六千年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圣经关我什么事？好，这个绝对关你的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试验我相信在场有些人是看了很多很多次，对不对？对。但是我更相信有一些人呢，好，私底下自己做了这种小小的科学家，自己去跑去做试验，有没有？有。有，其中包括谁呢？我们看一下，包括我们这个，我没有错的话是沙拉瓦的这个伙伴，他也一样跟着那个 video 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拿着 一瓶污水丢了几颗，好像听说跟他算一模一样，这么多粒总一样，这么多次丢下去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喂，干净了不？那么根据刚刚你看的那个影片呢，他其实是一个叫 Michael Lee 的这个科学家，他做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当然他当他有那个效果过后呢，他拿那个水去化验，发现到90到99.998%的细菌含量是没有的。所以呢你看啊，现今美国基督这个基督教救济会呢，他一群人那个义工啊，他们在西非这个沙漠用一棵叫辣木，就是因为辣木有很多品种，其中最好的品种叫 Moringa oleifera， 他用什么呢？用来净化他的水。哎，你的家有没有这个water filter？ 有。非洲有没有？没有。奇怪哦，人家用辣木也搞定了，你 water filter 赚多少钱？2000。我辣木要种几亩地都可以。那我2000多，哎呦，你看现在的人奇怪了，我要喝最好的水，2000、5000、10000我都装。
可是有些人你叫他吃辣木，哎呦，还没来也是假哟。哎呀，你不要骗，你不用讲什么，你试看嘛，对不对？哎，来，你再看一下，辣木这么好，根据数据显示，它有46种抗氧素，它的抗氧化指数呢，植物界 number one， 抗氧化指数是植物界第一名。第二，36种抗炎素，抗炎素是什么？加上你吃那个西药的 antibiotic 有没有？ antibiotic， 你喜欢吃吗？ antibiotic 不喜欢，不喜欢。你又知道你不喜欢，你试试看感冒不能好，看你吃不吃？不吃，不吃啊？喝雅各，喝雅各啦。现在人聪明一点，喝雅各咯。啊，但是真的没好吃，到最后很多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会选择没有办法吃，对不对？可是，在一些先进国，尤其是美国、英国这些我们讲古老的国家，甚至澳洲，包括澳洲，他们听到 antibiotic 脸都会黑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阿姨在澳洲呢，她是一个中西医博士，这个数据是她传给我的。她跟我讲什么？她西医做了很多年，都是因为澳洲很多华人嘛，都是亚洲人来看病的哦。一旦她读了这个中医，喂，信不信由你哈，神父啊都来找他的，要吃中药啊。你会中药吗？搞不好一天鬼佬跟你讲中药。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西药的这个 antibiotic 是非常的不好。当然辣木他给你36种全天然的，你要吗？要啊，跟你讲，对不对？再来 Omega 369， Omega 啊，还有20种氨基酸，哪20种你上网随便一按，手机一按，多，它的功效也很重要。我们人体没有它的话，严重或者是明显的可能小孩子长不高。你希望你的孩子长不高吗？不希望。还是你希望你的孙长不高？第一大汉想要录卡你大了，几岁了？22岁，好死了。看看要不要看病，又是花钱看病，有没有包好？没有包好你又花这么多。今天我告诉你，缺的就是完整的营养。来，我们再看它的功效，基本上很全面。你看啊，提高免疫系统，促进血液循环，保持健康血糖水平，抗衰老，抗炎，帮助消化，帮助头脑清晰，提升新陈代谢，以及保持健康的激素水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好像都包完了，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你只是辣木就这样顶了哦，跟老板讲辣木就够了了，对不对？老板跟你讲不够，蛮高。我讲现在的人要求很高，对吗？对不对？现在我吃到 vitamin A 不够，我要 ABCDE 到 Z 最好的。然后呢，我最好是 C 都可以吸进去的，不用吞的，有没有？有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真的，你还没有吞，已经给它吸进去了。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第二个冠军成分，钻石级沙棘果。沙棘果呢，你就不用找了啊，它是只有在这个中国内蒙古才有的。那么它有一个称号叫什么？维他命 C 之王。你吃多少的维他命 C 都不够它多的，真的。啊，曾经有人有一个客户问我，是吗？那我真的吃这么多，真的吃不到啊？有多少才叫多？他问我，他这样问我，多少才叫多？我说我给你一个概念呐、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人家也问到我很烦，那我就去问我阿姨，我阿姨就跟我讲，我讲很简单罢了。他如果要用那个数据来衡量，大概你吃 orange 啊 ，orange 啊，跟他比啊，你要吃一屋子的 orange， 几厨的 orange， 几厨的 orange， 你才够他多。那么你看啊，它多么的珍贵，它珍贵到在这个印度叫神果，在俄罗斯叫第二人参呢。人参贵吗？贵。贵吗？贵。我跟你讲，贵到美国啊、哦，流口水，想要拿来种，可惜。因为环境的关系，它种到树种不到果，没变啊。为什么叫它生命能源？为什么中国叫生果？因为以前的人啊，要是你吃到你要砍头的，皇室贵族才可以吃，皇帝的人才可以吃。现在你呢，人家说什么当今的人是皇帝的命，因为你有的吃啊。当然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叫生命能源。因为呢，中国跟苏联把沙棘果这个列入为宇航员必须一定肯定不能跑的要吃的保健品。为什么？很简单嘛，我们想一下，其实它最主要可以抗肤色、抗衰老、抗菌、抗毒。你想象一下，它
太空人上太空上去两年了，哎，你以为搭 lift 啊，上就上下就下，不能对不对？那你更不可能，哇，气哇，不呼吸，我老是爱发烧了，来 calling 总部 ，calling 总部，送两个医生上来可以吗？不可能嘛，哎 ，vitamin 送两罐上来可以吗？不可能的，他们是长期，而且我没有错的话，我去检查了一下，这个宇航员啊，上太空之前是要经过很多年的训练的，有些整十年的磨练的哈，那个身体，因为上面未知数很多，但是如果他磨练十年，这个沙棘果的这个保健品呢，他就服用十年，如果没有这样好，他干嘛要吃这么久？对吗？对。好 ，OK，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巴西梅，认识他的人举手一下，会尖叫的举手一下，嘿嘿嘿，会尖叫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查某吃了个水，个山个水，带落去个有水，哎呦，笑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因为它这个植物固醇。那么我们先来看，其实植物固醇之前，它真正的功用是抗氧化剂。超级抗氧化剂，水果界抗氧化剂第一名，我们有植物界第一名了，对不对？对。我们还有水果界第一名，哎，两个第一名放下去，你觉得我这一瓶要卖你多少钱？啊，我卖你999，相信我，世界上还是会有人买的，啊。但是重点来，我们看回去，它可以杀死癌细胞，甚至你上网，甚至我们的这个 DVD 刚有报道过。官方数据显示它确确实实有这个功效的，没有的话人家不会要。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植物，这个植物固醇为什么女人啊她吃了会瘦。那么如果你要去真正研究，其实很多女人会突然间胖起来，无非就是那个荷尔蒙问题嘛。那么植物固醇呢，它就好像人体的荷尔蒙，它可以解决掉你人体因为荷尔蒙不足所导致的问题。那我们人体的荷尔蒙有太多，有太多种，我告诉你，连你的脂肪啊，你减肥嘛，对不对？这个是我请教一个医生的，他告诉我，一个人减肥的时候为什么他很难瘦下来，因为脂肪都有荷尔蒙的。哦，现在你才知道荷尔蒙这么复杂，今天我叫你搞定它咯，可以吗？可以吗？搞定你身上不够的这个荷尔蒙，你会吗？不会，他会哦，给他一个掌声一下。巴西梅耶，巴西梅会了，他帮你解决了你荷尔蒙问题。你要瘦可以瘦，你要美可以美。重点在这里，男人，我们的前列腺是我们的前线呐、啊，不是前列腺，是我们的前线了，你明白吗？现在的人奇怪了，我跟你讲啊，哎呀，若有记不好啊，哎呀，若挂不好了、啊，那等下还没数还没数啊，他没有感觉的。好、哦，这边都是成年人嘛。可是你跟他讲性无能，他就变强强了。女孩子、女人也一样的。你跟他讲，哎呀，什么等一下乳癌啦，子宫癌、子宫颈癌，看不到、感觉不到，他没有感觉的。子宫下垂也没有感觉，这样都没有感觉了。乳房下垂了，好不好？哦，变强了，变强，脱头发可以吗？变强，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symptoms， 你要注意啊。那么前列腺问题，它可以解决掉。甚至什么呢？可以软化你的筋骨，那个动脉啊，避免中风，好吗？好。老板也放进去了嘞，过分了，老板放这么多好的东西。来，我们再看，这个是最过分的，为什么呢？全亚洲只有我们公司有意这个配方，来自哪里？美国犹他州，取自于哪里的这个气素种矿物质呢？取自于这个植物化石，所以它的特性是什么呢？比红血球小7000倍。啊，刚才我跟你讲了嘛，现在的人是要快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吸就可以进去的那个营养，有没有？有，也要感谢他，来给他一个掌声一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他比红血球小嘞，我们的红血球够小了，比你小7000倍，所以他比一般的矿物质6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含在嘴巴里面做一个小小的测试，这个体能测试都有差别的，还没有吞哦，都有差别的。你这么夸张啊、哦？当然，如果你身边有那些这个我们讲说血不够的，有没有？贫血。贫血的有没有？有没有贫血的朋友？有。有吗？啊、哦？有吗？有。告诉他，这个成分
可以帮助到他。那为什么他可以让你吸进去这么简单呢？因为他有这个负电荷，他可以加强前面三个钻石级成分呢，容易的被带入我们的体内，一滴都不会浪费，好吗？好吗？好。我甚至听说过呢，有人曾经在推荐一个上了年纪的安哥哈，那个安哥呢是头前没咩感觉呀，你做你讲，然后他们就给他一个 tester 咯，他就喝，喝了下去，你知道啦，咖啡是嘛，喝水多嘛，就要上厕所了，厕所走出来讲，哎，你这个卖多少钱？我要拿一套，抓不懂啊，为什么拿一套？因为他跟他讲，刚刚我去小便的时候，很大嘞那个水，以前是小便。安静不辣，卖拐弯啦！安静不辣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等同。啊，从那里看最多呢。你去试验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去之前，以前呐、啊，现在的好像年轻人多了。以前我小时候有去过，那时候我不懂，明明那边有六个尿盆吗？五个出去了，五个再进来又出去了，那个老的还在那边，我很奇怪做什么，啊？然后我就曾经听说过他们讲 battery 不拉，我还以为真的是 battery 不拉呢，原来是什么 battery 前列腺啊。好，来，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二十种蔬果，又是抗氧化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抗氧化剂？你懂吗？你知道我们的自由基吗？知道自由基这个东西吗？谁不知道的举手。哇，现代人都有智慧的哈。好，十个九个都懂，一个不懂装懂。好，那其实自由基呢，我简单的讲一下，给你一个概念啊、哦。自由基其实它是一个破坏分子来的，它会破坏掉你身体里面的结构。那么你知道最多的自由基，曾经有人讲是那种烧烤烧焦的东西，有没有？烧焦的食物啊，沙爹有没有？好吃吗？好吃。烤鸡翅膀好吃吗？好吃。最多？错，那不是最多，最多在哪里？懂吗？在空气。哦，我中很多了，你中吗？你试看，你可以不要呼吸吗？你可以不要呼吸吗？不可以吗？不可以哦，所以你天天在吸，天天在进哦，越进越多，怎么样？氧化咯，身体就会氧化，氧化就会不会出问题？会啊，今天抗氧化剂成了很主要的关键。你今天你要多长命，然后你希望你九十岁是站着的九十岁还是躺着的？躺着。所以要躺着的跟我讲。好，医院的床位永远是有多一个的，啊，然后医院的床呢是全世界 最贵的床，啊，你多少钱都完了，我跟你讲，啊，那么再来二十种蔬果有一个来头的，现在人吃的蔬菜够吗？够。你觉得你够吗？你吃了几十年人了，够吗？不够。不够。今天我给你的不只是够，我还跟你讲，它是绝对可以吸收得到的，好吗？因为有时候你去到外面，有人会跟你讲，哎呀，产品个人有个人嘛，对不对？有些人可以适合，有些人不适合。我告诉你，科技已经证实了，我们的成分绝对符合任何一种人，包括那种所谓虚不受补的人。有没有遇到虚不受补？我没吃饱，饱过头没动。我告诉你，可以。我做了很多这种虚不受补的这个啊、案子哈，我们再来看。一个好的产品当然要得到官方的认同，我们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哈，这个是我们的 license，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阿猪阿猫阿狗在那边随便冲两下，那哪里边那跟你讲好好了，我卖你2000块，没有，我们是一个正统的。当然正统的东西呢，实力一定要凸显出来，所以我们有曾经拿过了这个质量奖。好，可能你不认识他不要紧，最重要呢是他认识你就好了。好，再来我们再看，来，有没有这些奖项？当然在马来西亚你没有这个 license 好像就比较辛苦了一点，对吗？对，对吗？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尝试，我们都知道真正啊，我们讲三高就好了，哪个种族最高？马来人嘛，对不对？马来人对不对？所以其实哈拉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福音啊。所以呢，如果你遇到马来同胞，不管他愿不愿意给伯讲两句，可能他在等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一个人跟你讲，安迪安迪，我有三高啊，怎么办？然后你不要讲啊，他去找旁边安哥安哥，我有三高啊，你可以搞点吗？没有人会这样问你的嘛，对不对？你会通该讲说我有病吗？会。所以咯，所以我们要主动
去分享这些好东西，对不对？对。哎，来，已经受承认了，我们就来了解他的背景。第一 ，Sky Resources， 24年的工厂，在这个之前，在生产产品给我们之前，过去呢是生产在这个市场上，大概有48%左右的产品，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好，有能力生产的哈。再来 ，Sky Bioscience 专生产保健品，市场上有好几家耳熟能详的直销公司，它局部的产品也是从我们的厂出来的，有没有实力？有。有没有实力生产一个最好的东西给你？有。更何况是自己的子公司。当然，我不是要你看这个图片，我要你看真的东西。落座在哪里？知道吗？iGon City。iGon City。到时候3月底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开张的话，带你身边的朋友来见证一下这个历史。啊，今天老板投资了这么多钱，再告诉你什么？辣木瓶中砖，非常的好。哎，我要跟你讲一个好字，我要丢这么多钱呢，整千万呢，需要吗？不需要。啊，你邻居会不会为了要证明给你看，他拿1000万出来，我搞了钢琴家后哎，有没有可能？你也不会可能，老板是用心良苦啊，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哎。